拜后算了，拜后。你们来一场，二位两位可以看到四个人表演。哪个演唱会可以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啊？团委后本头当个乐，自嘲演唱会看四个人很划算。潘玮柏近期在中国巡演，被拍到各种发福照片遭疯传，事后他还幽默分享潘玮后的一天。潘玮柏在18号南昌巡回也大方把自己当梗啦。你们来一场潘玮柏演唱会，可以看到四个人表演：潘帅、潘玮柏、潘玮。没有柏叫潘玮，他看到潘玮后，潘后是吧？潘后，你说这是不是值回票价啊？哪个演唱会可以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啊？什么都看不出来。没关系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自黑，我觉得都很好笑，所以也不用特别去帮我跟那些在说的人讲什么，我觉得这都很好笑。娱乐圈嘛，演艺圈嘛，我们能带给大家快乐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。谁说我没有下颚线的？拍照，男生的朋友们一直支持我，就是赶快帮我确实一下吧，我有下颚线，拜拜。男孩子在哪里？女孩子在哪里？男生如果见到声大的话，表示你是实力派；女孩子如果见到声大的话，表示你是偶像派。在南昌，我应该是偶像派，对。